在主持人的口号之下，众人共同拉开横幅，提前为明年一月即将举办的回游阿照雾光荣再临系列活动热闹宣传。交通部观光署日前将雾峰观光廊带纳入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管辖，希望透过系列活动的举办，炒热雾峰的观光量能。雾峰的观光廊带纳入我们三山国家风景区，那我们就先办我们这个暖身活动，系列暖身活动，包括我们的自行车旅游，包括我们的餐酒会，包括我们的摆桌宴等等，那个就是为我们这一次纳入辖区来暖身啦。因为三山国家风景区办公室在我们这边，好不容易在今年已经公告好，那部分廊带纳入，那可以让大家看见雾峰的美，看见雾峰的文化、雾峰的艺术、雾峰的产业等等。桌上摆满来自雾峰农会的产品以及一道道美味好料，明年将与雾峰农会等在地团体举办雾峰美食伴桌，特别选用在地食材烹煮，同时也规划了草地音乐会，在1月4号则有草地餐酒会，1月5号以及11号则举办阿照雾自行车骑旅活动，让民众透过自行车深度探索雾峰小镇。过去我们有做很多的整合，那雾峰一直就是我们整个台中市的一个非常有亮点的一个地区，那我们也希望说透过三山风景处这边跟台中市政府的一起做共同的合作，可以把我们雾峰的亮点能够再让更多人知道。雾峰观光廊带纳入三山处后，将可以大幅提升观光以及文化的发展潜力。而为了让更多的民众了解到雾峰的优美景色以及丰富文化，明年初将举办系列的活动，打响第一炮。丰富的活动体验，期盼为雾峰激荡出不同的火花。接下来，尹成庄台中采访报道。